不同。自卸汽车可分为前顶自卸汽车和中顶自卸汽车。中顶自卸车主要有中顶 T 式和中顶 F 式自卸汽车。液压举升系统，前顶自卸车液压举升系统包括传动轴、油泵、液压管路、液压油箱、气控举升阀、液压缸、气控限位阀等。中顶自卸车液压举升系统包括传动轴、油泵、气控举升阀、液压管路、液压油箱、液压缸、三脚架、拉杆等。